美成员，来，你打一下。大家好，我叫毛维嘉，我的人生呢拥有两个梦想，第一个梦想就是成为女团的发言人。这次来参加这个节目主要是为了来学习的，而我的第二个梦想呢就是成为一名唱跳俱佳的正统偶像。我是犬系少女刘念。为什么说是犬系少女呢？因为这就是我，我是可爱又体贴的犬系少女刘念。我们是 AKB48 China 的预备成员，请